了吗？你一天是24小时吗？啊，八点了，各位。还有点了，八点了，开开开。好。八点啦！八点啦！今天今天啊，大家刚聊一聊，发现大家作息都有点混乱哦。请大家这个按照 tab 还没全到齐，是不是？哦，谁知道？哦哦，点一下就知道有没有到齐了。还有一个人没来举手。阿基，哎，抓到！我也想说这边少了一个瓜味，瓜味，对啊，啊，演到了，游戏没到就算没到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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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们按照 table 顺序啊，说说这个平常睡了多久啊？彪彪，平常睡几小？啊，我平日跟假日差距很大呢。好烦哦，昨天睡几小？我昨天大概，昨天没睡。好，闭嘴啊！这个作息坏蛋，作息坏蛋，等下就要集火票。迪叔睡多久啊？哟，我都7.5。7.5小时，好，很好，可以睡再多睡半小时，哈哈。我昨天3点多睡，今天11点起床，睡8小时，很棒，猛呐。我诶，昨天。4个小时，四个小时，等下都票他，Bobo 跟孟娜都被票。我也是睡8小时的好宝宝，马一。我还在算数，我昨天我忙到2点、欸，可是我大姨妈痛到3点。哎，几点起来？3点。哦，我好痛。所以你是睡多久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从昨天晚上2点，然后。昏睡到今天下午2、3点，那是超过了，超过了，你睡12个小时了，哇！那那个生理期体谅体谅啊，体谅体谅。我是昏睡啊，杰克杰克。我11点就睡了，我录完音我就睡了。你有可能很早起啊？睡多久啊？我7点半起来。啊，可以。诺音，诺音昨天1点多躺床。然后啊，哎，等一下，没声音吗？为什么？几点起来？再听你讲完。1点多躺床，然后看漫画到4点，然后2点起床这样。哇，那你也只睡7小时？7个小时啊。玲玲，啊。啊！我都躲到嘴了。啊！早上9点才睡嘛，哈！我看你还是闭上嘴吧，这些都被票啦。吐司喵也是差不多啦，被票啦。团团团团应该作息宝宝吧？我没有，最近有微乱，但是呢，我也是有睡到8小啦。微乱是就是微乱多乱，就是3点多睡啦。你干嘛那么在意他？怪怪的。阿汪，你要确定的阿汪。没事啊，我老板也是睡饱饱了，我也是睡饱饱，睡饱饱8小时了。哈基的睡眠时数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。我有记录去看他的 BOD。虽然最近失眠了，半夜8点9点爬起来玩 AP。啊，那个对我。看你莫名其妙，早上说你的作息坏的，等一下就当狼，我们就直接票他们。晚上很多包什么的啊，零什么的、啊，图什么的啊，梦什么的啊，票他们。那天我是被害的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被害？被谁害？怎么害的？那天在听人家情商的故事。我平常睡很多的，昨天只是巧合而已，刚好而已。来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。两个普通狼，一个黑狼王，预言家有2个，侦探也有2个，这样就可以让大家去多跳跳预言家跟侦探。OK OK。李明，我记得好像玩的也不多哈，有职业不懂的吗？好像应该没，也没有吧。你知道为什么职业有不懂吗？因为你都不好好睡觉。活该，活该不懂。哪里啊？活该不懂啊！啊，我们好久没有来 Underground 的地图，在地底，好久了，哎，超久了，好久了，超久，不知道怎么说，完全没看过，对，有一些对应该都没玩过，它很大啦，所以后来就比较没什么玩了。它其实也是很大，然后有很多的稀奇古怪传送点。哎，
哦，我怎么离开啊？我们是不是？没有再再踩，我记得好像就有传送点，有传送点，有在哪？那我们这个白天就看到底哦，让大家可以多看看。哇，这是我阿妈种的田，传送哎，阿妈很有才。种的田，哇，那怎么上去啊？嗯。哦，旁边走到底这边这边有一块可以有什么点可以跳了？对，哇，竟然还有一些其他区块可以去跑跑。怎么有迷宫啊？怎么有迷宫？有啊，还有迷宫啊，还有迷宫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哎呀，已经晚上了，已经晚上了。Oh my god！ 哦，完了，出事了。这里有谁？麻衣很后来哦，应该是阿花，土司喵是不是？我有在吃沙沙粉，我有在吃沙沙粉，巧克力，阿旺巧克力，乱讲，阿旺你怎么这样子？阿旺，汪克力，哈基，哪有这种事？他怎么变钱变身？好。好扯！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哎，狼伙伴阿发，阿发该刀了，阿发！哎呦，太恐怖了吧！阿发该刀人了，阿发！怎么这么难玩呢？好，活过！狼人是不是已经杀超过？差不多了，烧完了，这是假的，是吧？玲玲蚂蚁很会玩呢，玲玲。哎，等一下，小猫，你干嘛？有鬼，你怪怪的。我没有怪怪的。哎，大厅，你们在哪？大厅。我不是狼。大厅在哪里？哇，是谁？你哦。蚂蚁在哪？不见了。他是在那个另一个区块，要怎么去啊？你怎么走进迷宫里面呢？那个迷宫超迷的。你这是你是阿汪还是波波？你走，你知道去吗？啊，等下我后面怎么好像有鬼？我啦，你是鬼是不是？阿汪，你在我旁边是不是？没有。还没结束哦，又是你，好讨厌，呸，果然真爱，太恐怖了，赢不了，重点一直有人传人过来，我就想要怎么一直有人过来，我真的还在一直确认，想说在我旁边到底是波波还是阿汪啊，是阿汪，拜。哇，好夸张！哦，这个地图要多跑跑，多走动一下。这确实要熟悉一下，不熟啊，太不熟了。是，等一下白天还是一样哦，就不要第一天不要跳过，大家都可以多走走。好，毕竟好人其实有猎人可以指向，预言家跟守卫啊，很多可以保护的，可以善用一下。加油！差一点点，就只差没瞄到头啦。阿爸，难怪晚上找不到玲玲，你这边蛊惑师。玲是蛊惑师。我想说他完全没有动作在那里，白天哎怎么有在那里，晚上都没找到。跳掉了。我跳掉了，那可能一跳就我被出局，很夸张哎。迪叔被谁砍了？好扯哦，迪叔。是我。哎，我过分，叫我胜利，你这样对我。谁叫你要乱绑？不会绑别人啊！我想看你们搞对象了。绑别人啊！闭嘴啊！哪是情骂去爱？打你啊！扁你啦！来，再来。有趣，小心，小心哦。到底要怎么？哎，对，所以那个旁边有人。马伊是去过是不是？那边要怎么去啊？忘记了。你说那个迷宫啊？嗯，就是上面那个点传送。没有，这里传送是到那个啊。我记得他之前不是有另一个区块？有，但是哎，对啊，孟娜你们怎么去的？哦，我们就是传送二楼，在那个房间的二楼，房子二楼的传送哦，对，传送，他就有那个对。
另一个小村庄，所以它地图其实是很大很大的。脸大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不是进来就出不去？我是好人啊，你才坏人呢。你第一天在那边问人家职业，没水准啊，就说好好跑，没礼貌，对不对？没礼貌，你直接问人家，还可以穿，还要偷看人家，是不是？好扯。你是狼吗？如果我死掉就是阿潘，我就不过。我死掉就是发发跟诺英，我觉得我要输了。好恐怖、啊！迪叔要死了，迪叔怎样了？零零你附近是谁？巧克力是狼人，我是预言家，我是侦探欸，我是侦探，他是假假预言家，我才是侦探，我才是侦探，侦探有两个，侦探有两个，我是侦探，我是侦探，没有，没有，哎呦，那孟娜是多出来的哦，好，巧克力，他刚刚没有第一秒回答，我是预言家，我是预言家，那下面有阿鬼，他预言家有两个。除非我是蠢蛋，假的应该是没有蠢蛋，你是蠢的、啊，对，没有，你是狼人，你是蠢的，你是蠢的啦，你好蠢哦，你怎么蠢成这样？阿华、啊，你可以死，没关系，我是实习预言家，我不要、啊。华，你在哪？你可以死啊，华。你想要拿走那个权利，可以，才不给你。你可以死啊，你可以死啊。迪叔，你是不是狼？迪叔是那个是那个怨灵，迪叔是怨灵。我宁家啦，他怨灵，怨灵吧。刚刚哎，刚刚李宁在你旁边砍了哎、巧克力啦，巧克力啦，跳巧克力啊！是不是那个巧克力在红房，阿巧在红房，红房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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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要去传送了，他要去传送了，他传送去迷宫了，他传送去迷宫了。哦，迪叔也是啦，迪叔漂亮。我是坏人吗？对啊对啊对啊，马英是坏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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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巧克力是坏人，巧克力是坏人，巧克力，马英是坏人，马英是坏人，巧克力，我是没有坏人，这么多人又过来，好混乱了，好混乱了，好有趣哦，干嘛？什么跳过一下，跳过一下，他怎么跳土石喵啊？不是跳土石喵，好人吗？不是，巧克力是坏人呐！哎，改票，波波，波波更坏！哦不！我就是乱源。迪叔是好人，迪叔是好人，迪叔啊，迪叔是再见了，你各位。哎，阿蚂蚁，蚂蚁也被刀了，剩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人。七个人，我们这边就四个人。我这边有你啊，另外一边五个，五个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那你要你们正常排一下，排一下，排一下。好的啦，好的啦，好的啦，好，这里是在干嘛？这在干嘛啦？这个狼真的是喵，就是 Bobo 哎，这狼很有料。我是侦探，那就都票一票就好了。都票一票，好狠哦。没有，不要。妈的，我刚刚票阿巧，我刚刚票阿巧。土司喵啦，土司喵是土司喵了，喵啦，土司喵啦，是土司喵了啦。不是，然后我来了，翻一档，翻一档，正常。打土司喵。打土司喵，这个，打架，土司喵呢？跑了，他跑了，他也太会跑了。迷宫吗？他在这里，他在我这，还有我这。你在哪里？是那个传送点过去？哦，传送点哦，没有没有，是在阿发那，在阿发那里。在阿发那，对对，在阿发那，是不是阿发口袋里？好像在阿发口袋里，找一下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啊，阿发，你口袋里是不是有？是不是跑到你口袋里了？还有你的鞋子里。怎么要跑酷？那就去那边。阿喵跑酷哎！阿喵在跑酷哎！阿喵，阿喵掉下来！阿喵掉下来了！哎呀，我整个白天不会用跳过白天，活该。还不会讲话，说怨灵还没出局，还不会讲话，说你刀了自己的狼队友。我好可怜哦，我写心得，心得该写两篇了吧？他刀了麻衣，然后怨灵明明就还在，很明显，然后他也不讲怨灵还在，然后呢，刚刚他早就跳过白天就赢了，他也不跳过白天。正常吧，回头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突然变成土司喵？我刚刚票蚂蚁是那个不小心票到他，但后来想说，哎，我感觉可以保他一下。而且最后是我也被票一票，
你们想说，哎呦，那蚂蚁出脚好像也可以保我。但最后有找到波波票他，跟这边讲还是我出局，可惜。而且重点是我都已经帮蚂蚁做好身份了，然后结果没想到有一个队友直接到他，不晓得在干嘛。我看不见哦，他拿着钓竿我就卡去了。都是别人的错，自己都没错哈，土司喵。